都放上去了吗？一二三四五，好，给我吧。刚刚你查的情况怎么样？小月，我尽力了，这家伙就跟个透明人一样，除了年龄、姓名，什么都查不出来，真是见了鬼了。那情况很不正常啊，再查了仔细一点。小李，收拾怎么样了？都弄好了。刹车呀，发动机什么的，还得再检查检查。都检查过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的。都收拾好了，上车走吧。啊，那路上……跟我车怎么样？啊，不是，导演能不能多载你？怎么就跟你车？甲方跟乙方嘛，在路上聊聊天不是很正常吗？谈谈工作啊。再说我这腰还没好呢啊。这人没事儿啊，路上再帮我揉揉。走，上车啊。哎，上车。 苏总，您看，虽然进度一时有被拖慢，但是他们还是完成了拍摄。他们今天都回公司了。露露不是已经跟他们解约了吗？他们为什么还能按时完成拍摄啊？对，是解约了，但是当地警察赶到现场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而且董董恩在现场还推荐娄牡丹代替露露参加拍摄。 娄渊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董董恩，啊！我还以为娄渊有多了不起呢，不过如此。苏总，您这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显而易见吗？娄渊喜欢董董恩，所以董董恩说什么他都听。被红颜祸水耽误的男人，终究是成不了什么大器的。 这红颜祸水。嗯，那我上去了。嗯，好，我送你上去吧。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一个人能行。一个人能行，那我也担心。再说了。 什么呀？舍不得你吗？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你不想？可是我们才刚在一起。哎呦！没事吧？没，突然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心脏不舒服。 没事儿，那我们要不要去一下医院啊？现在快去吧。就是这次去完村里挨了那几下之后，我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哦，没事儿，没关系。这样，我缓缓，然后你先回去吧。啊，这样一会儿我缓好了之后，我再回就行。嗯，没关系的，我可以。那我走了。去吧，啊。没关系的，我一个人可以。 你要不要上楼休息啊？这样也好。走吧。嗯。小心啊。那个，刚才走那两步路，我觉得又有点不舒服。坐一下吧，到沙发上。这里还不错。 怎么样，好点了吗？没有，刚才医生老感觉喘得更厉害了。那我给你兑点水去吧。不用，水对我来说没用，你多陪陪我就好。嗯。那，我躺会儿啊。哎呦，我觉得有点血压高，可能低压有点不好，没事儿。 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去医院看看，大夫跟我说就是平时休息太少了，睡眠又晚，质量也不好。没事呢，就会觉得有点高血压。多看看你就好了。时候也不早了，要不我就不折腾回去了吧。
我就在这儿睡了。啊，对，在这儿睡。这沙发挺好的啊，没事，你忙你的吧。啊，我从这儿一个人靠一会儿就好。啊，去吧，不用担心我啊，也不冷，我也不用换什么睡衣，挺好的。嗯，快去吧。啊。温热的光印刻过好多年荒着的远方，如果留言也可以印刻时光。不行，会吓到恩恩的。要不再等等。我觉得你还没准备好。对，不是我有点着急了。不能再着急，对，不能再着急，不着急。嗯，再等等，我先回。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晚安。哎，瞧你啊，这么轻。嗯，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嗯。哎，小心点啊，别烫到。来来，我。嗯，饿了吧？嗯，饿了。就给我弟弟调点盐，半勺就行啊。好。嗯，好。做饭之前，说自己是董大厨，哪个菜是董大厨做的？这凉拌西红柿我做的呀，这菜都是我洗的呀，还有这米饭也是我煮的。嗯，董大厨还真是辛苦。还是卢大厨最辛苦。既然卢大厨这么辛苦，是不是得有点奖励啊？当然。不够诚意。等等，心跳别急着强烈。等等，我害怕独自沦陷。视线就在身边陪伴我满意挂牵等等，是在玩火。越来越深的了解等等，回忆也彼此重叠，一望无前直到看见你。
饭菜要凉了，咱们先吃饭吧。刚才各位看的这段视频是我们八二创工之前为牡丹公司做的一个魔性视频广告，这个广告目前点击率已经达到了2.1亿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广告，自发的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转发和二次创作，所以我们牡丹酱料的销量现在也在不断上升当中。真真没事吧？要不要去卫生间？不好意思。然后我们针对贵公司的网红蛋糕饮品，然后我们做了两样类的设计方案，在各位桌子上，各位可以看一下。你要好点没？好点。我接个电话啊。喂，楼总。叫我什么？壮壮，怎么了？实在不好意思，现在我还要回趟八二，回去整理一下东西，整理完了肯定要很晚。没事。原来八二是这样抱上牡丹公司大腿的。别，真的，哎呀，你乖了，你亲一下，嗯。师傅。哦，对了，老柯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吃饭，你要不要去啊？我就不去了吧，不想去。那咱俩就一起回八二吧。师傅，我下班了，我先走了，你自己回去吧啊。拜拜。啊！你们说真真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作呀？她一看就是那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我觉得她找工作啊，就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觉得呀，她可能还没有跟我们打开心扉，相处的时间比较短。给他一点时间吧，我觉得这个小徒弟挺可爱，是挺可爱的。师傅，咱公司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你这么卖命的加班，我这是为爱、为理想而发电。再说了，你看留在八二的哪几个是为了钱，对不对？又说大空话，没劲。我说以后你就明白了，我相信啊。八二会越来越好的。哦，对了，你帮我把这个客户资料整理一下。师傅，都8点钟了。对不起，你快回去吧，我没看时间，我自己来弄就好了。哎，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我发个微信啊。不是，师傅。嗯。你这么多资料，一个人弄得完吗？哎呀，我经常做，很快的，放心吧，注意安全啊。行吧。楼总。你怎么来了？这准女朋友都忙得顾不上吃饭了，又顾不上想我。哎呀，所以我得亲自送上门来呀。哎，是不是都把我忘在脑后了？我说你这样一点都没有霸道总裁的样子，矜持一点。矜持一点？嗯。那矜持也换不来公开男友身份的奖励。求上位的居然是楼总，我还以为是师傅呢。你就这么想公开？嗯，当然想公开了。我还就想在你忙的时候，能够名正言顺的过来接你下班。当然了，
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你朋友和家人的认可。明天晚上跟八二一起吃个饭吧。陈丹，反正现在我们也不是合作关系了，公开也没有什么关系。况且你那么好，我当然不能欺负你了，是不是？嗯，听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哎，我去上班了。一想到一会儿我去上班了就见不到你，就不想去了。好了，晚上不是还要一起吃饭吗？走了。哎，亲一口。上班了，你这还差不多。啊，有男朋友真好。嗯，这虐狗都虐到公司门口来了。哎呀，楼渊怎么也不公开跟恩恩的关系、啊？嗯，这傻孩子。哎，坐下。怎么了？受了委屈，要和大家讲。我们都能帮你出气，千万别自己受苦。我干什么了？还装？那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楼渊那小子跟你在一起，不想公开你俩的关系，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欺骗了。渣男都是一个样，啊，不公开就可以不负责了吗？啊，他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你一个人哭爹喊娘、寻死觅活的，我们心疼啊。你们误会了，是我不想公开的。之前我们是合作方，我害怕别人说三道四的，但现在我们没有合作了，所以也能公开了。今天晚上8点我俩请大家吃个饭，但是啊，不许管他舅，不许说我黑历史，还有不许作妖，听到没有？哎，那要什么都不说的话，那跟和甲方吃饭有什么区别？本来就是咱们甲方呀。丑话里说在前面啊，他要是以我们甲方的身份来请这顿饭的话，那他就是金主爸爸，我们肯定不会闹什么幺蛾子出来的。但如果他要是以你男朋友的身份来请这顿饭的话，那他就是拱了我们大家白菜的猪崽子，我们必须要让他陪吃陪喝陪笑陪买单，他一样也落不了。你信不信我把这话原封不动地传给他，看看这猪崽子还给不给咱们当。哎，东东，这才什么时候啊，这胳膊肘就冲向男朋友了？就这么说定了，记住啊，不许乱来。哦，那个，首先感谢娄总今天晚上的盛情款待，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受宠若惊，让我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敬娄总一杯。先不喝，坐坐啊。咱们今天没什么娄总，大家就都叫我娄渊就好，咱们就是一块儿吃个家常便饭。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恩恩的父母呢都在老家，我们这些人呢就相当于是恩恩的娘家人，所以如果恩恩在你那儿受到什么欺负，受到什么委屈的话，我们这些人可是不乐意的。哎，好歹人家是甲方。春花真霸气啊。我请大家一杯。嗯。那这样，我先请大家一杯。老柯、春花算是恩恩的长辈，那其他八二的兄弟姐妹们就算是他的娘家人。咱们之前都是工作上的往来，今天是第一次我们私底下一起吃饭。我这个人不太会说什么漂亮的场面话，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放心，我对恩恩是真心的。恩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他把温暖和快乐都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小太阳也有累的时候，所以我想成为恩恩可以依赖的肩膀，能够尽我所能的去照顾他，去保护他，
去爱他，给他依靠。这杯我喝了。哦，马成叔，你以后也得给我这么告白一次。我一定，我一定。娄总说的太好了，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们暂时就放心的把恩恩交给你。哎，以后呢，咱们工作上是甲方乙方，生活中就是一家人了。我再啰嗦一句，你说以后有什么活儿，多想着点我们。哎呀，丢不丢人？什么时候啊？说这个，不耽误，不耽误。哎，娄总，敬你一杯。好。哎，我喝吧，你刚喝太多。哎，没事。你这还没嫁过去就这么护着他，那看来以后我们想换小楼总酒都难了。哎，人家可是大老板，多喝一杯怎么了？是吧，小楼？走。行，没事，我来就好。那要不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来，一起，一起敬楼总一杯。嗯，好酒啊，楼总。大家动筷吧。吃点什么？哎，我说你表现还挺好的，我还以为你会紧张呢。是不是练习了很多次？啊，哪有练习啊？啊，都是真情实感。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还能给你唱歌呢。你看，我就说点多了吧，浪费。怎么会？晚上回去稍微热一下，当个夜宵吃。那我上去了。舍不得你走。抱抱。今天就不跟你睡家里了。嗯。碰碰。早点休息啊。恩恩。认识？我爸妈。爸妈？叔叔阿姨。